有一次我跟大陆人聊天，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少，就我几乎所有一个人世俗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几乎都是一个，你们知道学生没有消费的习惯，我身上如果放1000块一个月后还是1000块，我就忘记怎么样买东西了，也是从花样买，我自己买一个便当啊，这个叫做钱，原来这个叫做钱，决定要买东西，当我掏出钱的那一瞬间，啊，各位，你要不会我刷信用卡没有？都是我的秘书在刷的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在刷。啊，于是的消费习惯是什么？零，我对物质几乎没有任何的欲望。你们看过这种人吗？好，那你们知道学生很丰盛，好，以世俗来讲，我赚很多钱。可是我身上没有一毛钱，因为我也不管钱，刚好我太太很爱管，那是她的兴趣，有没有？对，刚好骗得好好，对，她的兴趣，我完全不管。好，就到后来我自己赚多少钱，我完全都不知道，知道我都忘光。好，其实也没有任何朋友，我没有任何朋友，啊，我都忙成这样，我怎么会有朋友？我没有任何时间留给朋友，好，所以我的生活怎么讲已经到哪一种，我也不跟这个世界打交道，所以我没有任何东西跟这个世界打交道，会知道我的意思，所以虽然我每天这样子有没有，可是我没有任何一个必须跟人家打交道的地方，很诡异吧，可是我又是一个好像我到底是不是人啊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都觉得我是人吗？我是人吗？就很像一个 crystal， 有没有？像一个水晶那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我到底是人吗？对，好，所以我的生命，我想那瞬间，我突然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来投胎当人。有没有？你看，都为什么我坐在这里？所以同样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，你们也慢慢都会知道你们存在的意义，生命的理由，对啊，所以我心想我就不干涉任何人，我来跟那个班长在聊天，我说怎么会有人想要去控制别人，我自己的人生都精彩成这样子，我塞人来对外行，我没有，我要给我一关门把人进，